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我们今天又要回来玩《文明帝国六》了。那上一场的时候，终于进入了期待已久的黄金年代啊，所以上一个回合的进度有点已经来，就是追回来蛮多，可是应该是没有办法在剩下的200回合之内跨大陆，然后去追到这几个城市，甚至这边有很多城市都还没翻过来。然后他们的首都，应该说高卢的首都在这边，然后玛雅的首都在这里面，再来。瑞典的首都在这里，所以基本上都一定要跨进来才有办法去直接统治他们。那基本上毛利这边的话，它的忠诚度也不低哦，所以它也是没有这么容易被我拉下来的。虽然说我的间谍的效果很高，它一直有在做制造动荡的效果，所以拉的效果是还蛮不错的。可是目前因为上一个回合的那个。制造动荡的效果加成有降低，所以说它的效果就没有这么的明显了。那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就是看继续能够帮，看能够继续做到哪里吧。因为我认为这场很有可能最后面会变成是文化胜利或者是那个外交胜利的目标为主了。应该说不是目标，就是变成会这样去处理了。好，那我们这边继续来看一下，这座城市一直帮我蛮意外的是，它一直没有忠诚度的变化，所以一直没有给忠诚度压力出来。然后我们稍微来瞄一下忠诚度的部分。目前墨西哥虽然说有拿到蛮多的忠诚度压力，可是效果还不是非常的显著。然后这边的话，这边这座城虽然忠诚度压力有下来了，而且阿玛尼在这边的关系，所以它这边的效果还不错，但是我觉得。阿玛尼在这边对于那座城已经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基本上会把它考虑把它送回来墨西哥，让它去做处理下面的这几座城市。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来继续做一些剧作。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的状况哦。那这边话，卫星广播、音乐剧作的旅游阶级加成，然后一体化攻坚政策。这是太空竞赛相关的，然后再来音乐审查、外交，10人口以上的城市减一满意度。这个有点像，我觉得这有点，有时候可能会打到自己，所以通常除非真的有其他文明的那一个，那个叫文化特别强势啦，不然其实通常不太会用到那一个。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哦，这边的话下一个这边的政策，我们可以考虑。来做个所有单位，这边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好用的东西了，来用这个跑了，暂时用一下，因为目前它没有办法带来什么其他的效果。我基本上现在就是在等下一个政权出来，然后才来去做别的东西了。好。OK，那目前这座城我看一下，这座城在3个回合之后会反叛。那我们先加速它一下它的效果，然后再回来这边。那这边的话，它基本上目前没有办法去别的地方，可能就只好先做这个了。然后这个洗道图让它往前，然后跳过。这个也没有地方动，哦，这是怎样？我看一下我们目前哦，行政短廊强化的部分，这边其实可以解锁。哎呀，一直忘了用这个欸，行政长官我还有没有办法加成它啊？啊，这个可以，到时候可以来要来加成。这又是另外一个我的疏忽，因为这又是没有注意到的点的，所以，拍谁？这边。那下一个回合就可以准备转，所以我也不去动它了。那这边让它下来。好，那这个把它放进去，然后这个我们让这几只继续往下移动一下。莱克利斯。好，那这一个我们稍微改良。这边要来做面包与马戏，
虽然说它要16个回合有点久，但是还是可以用哦，因为就是需要去做它的压制，所以这是不得不一定要这么做的选择。那这边我就让它这几次先休眠一下，然后这边把巨作放进来。好，这个改良，然后这个先休眠，这只也是休眠。我要等下一个强化再来开始考虑利用它。好，那这边的话，奥庞哥也拿到了。这一座城是真的很弱的。我们先来一个旧城方尖碑，然后粮仓跟水磨，然后让它去生产建造者。它的效果，它的能力一定非常弱。我可能会拿一个这座城过来，拿这个好了，这样子，然后让他可以把这座城拿回来。让它的生产力不要那么低啦，目的是这样。然后这边呢，再来是弄这一个矿井，也是生产力的部分。再来这边娱乐中心要建起来了，OK。然后我们这边这一个地方做建造者太久，所以他先弄机场。然后这边的这一个城市人口有8，所以它每回合可以扣4。也不是非常的多，所以啊，但是它需要一点住房了，然后食物也不太够，所以先弄粮仓。然后这边呢，我们先来去做地的话，斯特林还是最高，这是这样，那这样子，好，那这边一样。再来去继续改良。宗教胜利我认为很难啊，因为这么多玩家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做到宗教胜利的目标，除非你的宗教真的很强势，而且你要考虑的一个点是，你还必须让其他的那个，你还必须要确保其他人的陆地，应该说地层。首都的位置不会离你太远，你不需要跨海过去，不然的话你其实也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我看一下这边哦，接下来我们让它转过来这边，因为它会有一个点可以利用，然后这边把这个改良做起来，还有城邦可以碰到，里斯本。好。那这边的话，这座城下水道可能要做了，社区也可能要弄起来，社区来做个加四，然后这边给它放进去，这边人暂时先休眠。这里盖菲尔铁塔真的是建的有够久欸，然后会不会是被别人拿走了？我就知道。这座城的生产力其实还不错，然后人口也还算多，所以我先做个间谍，然后待会来做面包与马戏。这其实可以一直做面包与马戏欸。按错了，那生产力很高欸，2、3、4、6，啊，这其实给他蛮好的啦。好，然后这边的话，波克西的这个下水道，穿失败，还有点可以放吗？没有，那你先出来休息，然后这边来改良，放弃。好，这个改良。好，做贸易中心加二，这个可以，或许可以拿来利用一下。看一下哦，这样子。好，然后。外交胜利的点数，国会大厦，
过在考虑要不要拿这个，因为外交室那些点数也是可以利用得到，而且34个回合还算可以啦。这边的话，我觉得我直接让其中的一个大艺术家或是大伟人来这边直接弄掉，然后这边把这个强化起来，这样我们可以开始做这一个项目了。这个强化，好，那我们接下来这样子弄下去的话，我先稍微看一下，因为他们之前的某一次改版之后，把这一个效果其实有点改弱了，因为你现在你基本上你必须要让它下一个回合，它必须是负的，它才会变成你的城市，不然的话你就算把这一回合把它扣到零，它下一个回合还是一样会是它，还是一样会是墨西哥的，所以就算你现在压低它也没有用，我现在是扣十嘛。好，这应该要算新出来的才有办法，对不对？没关系，先继续用，那先用，他还是要用着来，因为他如果不用着来的话，没有那个效果。时机，我如果把这两个都拿下来，然后给你用开放边界，给你30没关系，然后这边给你一个40，28还是很多。那如果再给你60。然后锹石的部分给你一个一样40，你的钱根本就没有在降啊，我没有这么多可以给吗？那这样子的话，风景都是风景啊，拿这两个好了。六还可以，没有陨石，可以让他来拿这个。好，然后把这个，想想哦，暗黑召唤这边的话，我让他做队列，然后做，可是暗黑召唤这个也好低。他还是需要工厂，生产力太弱了。好，那这边的话，这个要41，其实也是很久，他的生产力也不够，所以来先做个古罗马剧场。然后这边的话，我需要一点生产力的点，来雪菲尔。好，然后这个进去。好，然后这边呢？看一下，这几个毛利的基本上应该很难成功了，所以我让他往下面来这边去单地，可能这几个还比较有机会一点点。边其实或许还是有机会耶，先让你去旺家比好了。然后先制造动荡，这个也是一样去旺加奴役，一样制造动荡。然后这边来改良，那我这边呢，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忠诚度，这边忠诚度还算都还蛮高，所以我这个应该也压不下去，我来把它重新指派到哈图沙。那这边先让它移动离开，这边把它改良起来。然后这边呢，我们来做几个邪教徒的搭配。这边红军团不是第一个。他们的科技确实是很强，没办法，很难有办法拉下他的那个叫他的科技产出啊，简单来说是这样。好，然后我现在主要是全部来针对哦，为什么？哦，拿到那个
好，刚刚拿到那个陨石，所以有一个免费的可以用。好，那这边先跳过，然后这个就回来驻扎。他们的满意度还是有点低耶。第五步，招募。好，这边我们再来一个邪教徒。再来，我们看一下，其实这只我觉得我可以让它到处走，因为它基本上是多出来的。好，我们先来看看哦，看这一只有没有办法让妄加奴役先降下来，先休眠一下。那我们这边来开始，先让它测试看看，它有可能会失败，所以我们也不能抱太大的指望。然后这边的话，我可以把它转过来这边，然后让它驻扎。550会赚那个不用，科技同盟。好，军队是路过。为什么这边有军队？好，城邦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有办法把一些宗主权拿回来。一二，这个可以拿回来。他们其实拿走蛮多的，我可能下一个政体就会把那个这个商人联盟拿掉了，因为用不到。好，那我们来看工作坊、竞技场、生产力的部分。艺术博物馆，然后竞技场，好，下来，工程忠诚度还是满的，这边也都没有点可以放，我觉得还是只能够先让他进去。好，获得的复合材料哦，所以是有办法做一些东西，可是目前应该也还是用不到。那我们接下来会做，剩下来这些东西其实认真来说都用不到，我可能会先让他跑这个的，因为不就是基本上就让他跑就好了，不会用到那些东西的。那我们现在要拉高一下这边的满意度。建造者，他已经开始在运作。看一下邪教徒，3只邪教徒，我觉得还是不够，所以还是必须先休眠，因为他周围能够提供的压力太少了。我现在必须要弄更多的暗黑马戏团，才会有办法压得过去的，我在猜。然后看一下，这边有另外一个行政长官的强化可以用。这边来用个这个点，然后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有一些点，一些城市是在做那个
暗黑的，不然一直没有点在做，它也不会起来。可是其他的点又低，先给它一个。然后这边的话，它因为工厂坏了，对不对？所以要把它修回去。那这边的话，刚刚已经完成了一个那个压面包与马戏的效果。再来一次，可是这边它本身的满意度不高。我看一下娱乐中心。这边不远，好，那这边呢就基本上也还是没有地方可以放，所以要转回来了。那我们这边就来，它只能够用这个啊，因为已经有一个在做了，好吧。好，我们看一下，目前已经有一个主题化了，然后这边这个也还差主题化的风景，可是把这个换过来，好，这个是宗教的，抽音这样，然后这边的话，宗教圣物安德烈、耶罗米。肖像、宗教生物安德烈、风景、肖像、卡马勒，所以这个可以换，把它肖像，把这个肖像换过来，这个也是肖像，那要不要换这个？然后把这个移走，换过来这个，放错了吗？肖像，应该要换这个的，好，这样子，然后我也跟你开放边界。然后给我花木兰的史诗，花木兰史诗不会换是不是？给你用。没有什么差。三，经济状况现在没有到非常好，跟你开放边界，然后20，四个回合，然后我觉得他需要一点点自己的电力啊，给他工业长高那个好了。这边来做工业电力，然后这一个可以来这边做改良。时代分数也不是最高的，所以没办法依靠最后面的胜利去拿。然后目前剩七个回合，可是我的分数也不高啊。罗马剧场，升起来，又坏，一
指坏。好，来这个。好，雪菲尔的部分满意度偏低，所以给他来个动物园。然后这边也是满意度偏低，所以也来个娱乐中心。然后这边这一个，他刚刚是有成功，是不是？可是效果也不会很久啊，两个回合之后又满了，而且他也能被发现，可以修。加满意度的，这个也修。加满意度，然后还有加什么？住房。减一。减一。减一，加住房，这个应该可以用得到。减啊，应该用这里做比较好一点。好，然后把这个弄起来，把这个效果放下去，到时候再来这一座。OK， 那我们这样就把新的这一个阵体拿下来了。这个可以不用用到的，用不到。然后剧院广场的建筑额外增加。这个先拿走。剧院广场放下去这边。放这边好了。好，然后所有贸易路线有加那个的。再来。剧院广场。这已经有两个。剧院广场临近的加成。他没有那个吗？还是这个？应该是这个。那我看一下。有月的，所有与你有关加这个，然后音乐剧作加一百块的月机。业绩，然后我经济有点差，所以我会需要金币的加成，好像没有经济的加金币的加成对，所有社区这个，然后至于这边的话。城邦里的这边可以每一个先加，虽然这样子，然后宗主国，可是我的宗主国没有很多，先这样，好，然后让这座城过来这边，下一个未来。政府统未来政治统治，第二发电，然后这边七个回合不能行使职权，几个都压不下来耶。好，好，这个还好，因为它不是那个巨型。这个间谍，哎呦，我这边就有一个加六的圣地，可是现在弄也太就也没有什么用了，
然后这边广播中心住房也不太够，社区这边有加六的社区。好，然后这个拿回来，这个拿回来，跟这个派一个过去，这样子。行政长官强化的部分呢？瑞娜，瑞娜现在是在，瑞娜在哪里？在这边14，也是蛮多的啦。老实说，使用的那个忠诚度还是不太够。那块上分的等同于目标玩家的目前。玩家失去所有大规模的杀伤武器。有谁是特别的吗？可能就是6天了吧，感觉他应该比较容易有，所以先这样。然后此项目，看一下，全部都是，看一下，目前他们的科技到哪里了？都还没有人开始动。这样子的话呢，我会选择登月计划加一点，可能不会过啦，但没关系，就是好，资讯时代，这个会有点可怕，因为我好像没有进入到，我好像没有进入到普通时代。曼哈顿叫我拿到两，哦，我失去了2点，靠！哇，大家也是很聪明呢。好，黑暗时代，有人进到，但其他人也都是，也有人进到黑暗时代啦，高卢跟6天他们也都是黑暗时代，其他人是普通，所以其实稍微有点，还是有点不是很 OK。攻击性这个，好，这边的话先来用个紧急场，然后这边的忠诚度其实真的是压不下来耶，感觉我还是把它重新派回去墨西哥好了。然后这边等这个成功之后，再来买新的剧院广场。这边的话，这个城哦，建造只建了这么久哦。好像你也只能够再做一个建造者，生产力太低了。好，目前忠诚度的部分还可以，其他的呢？这边也都还，这边的人口有稍微被拉下来，可是还不至于被拉回去。哇，这一场目前到现在有点难搞。把这个建起来。看一下，换取区域项目的生产力加成，历史博物馆，然后这个建起来，这个，后续一直没有成功的给出
忠诚度的压力，就是在失败，应该说点数失败就是在这边，这边一直他一直都没办法降下来，所以我就算一直把他拉下去也没有用。然后这几个也是，就算有成功把他拉下来，其他的效果也还是很高。尴尬。好，间谍可以选任何强化，看一下目前的状况。红花胜利领先，苏格兰、居然是苏格兰领先哦。统治胜利玛雅，高卢外交胜利也还是我领先，可是输了蛮多。分数的话输了一点，科技还没有人开始，所以还好。文化胜利我还需要蛮多个回合的，72个回合。我可能感觉有可能会需要转向走文化胜利了，应该很难完全再，应该很难再度依靠，完全再依靠那个宗教信仰的，不对，不是宗教信仰，那个叫不流血统治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可能就要先重新来准备下一个东西，某一些选项要重新做调整。因为这边的一直压不下来啊，我这边就算做的这些东西，它也没有对它造成任何影响，所以这几个东西都可以不用做。我决定让它先做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体育场，然后这个让它一样照做没关系，它不会影响。然后这边的话呢，也把它取消。这边的已经执行了这么多个回合，然后但还是没有影响，就代表说它没有用了。再来这边弄剧院广场。这边弄雪上的也没关系，这个也是。然后这边暗黑召唤这个，我觉得老实说也可以不用做了啦。这边我们可以让它做竞技场，这个把它建起来。然后这边的话，这个体育场、这个剧院广场还 OK。好啊，首都那边，首都那个伦敦的忘了弄掉。那它剩5个回合而已，算了，把它弄完吧。把它这个弄起来。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先这样，然后这边考古学家可能可以考虑做，好，这个把它放下去，不要，然后俘虏啊，我觉得。俘虏有必要拿吗？如果直接要俘虏的话，算了，好多啊！司机，这居然不给，好吧，那就先不做了。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跟谁文化同盟呢？哇，这么弹哦！哦，可以啊，你要这样换的话，我也可以。那其他的呢？不给，这个不给，这个也不给，连这边都不给，好吧？那我跟你开放边界就好，然后6天，
需要多少？二。现在用个四十，40居然还换不到啊！边也40，那这样，哎呦，很多东西都独占欸，都不给，先这样。虽然说那看起来有点亏，可是我单纯是为了要拿到更多的一些满意度。啊，不对，不是这个。这也不给，这也不给，好吧，全部都不给，先这样。那待会就把这两个也弄起来，我可能会跟他做个文化同盟。好，那这边呢，把这一个下水道建起来。啊，剧院广场。这边其实也要提一下，就是原本这一个英国的特色，这几个城市都有其实一开始都有点没注意到剧院广场的点。虽然说剧院广场基本上是一个很基本，它是一个很基本应该要建造的东西，但这也是一个舒适，因为没有动到这一点哦。然后这边其实应该还可以再做一个城市才对。看一下，其实可以是可以，可是位置很差。好，那这边呢？这两个也没什么意义。使馆的话，或许可以做啦。看一下哦，这边的话，我应该会让首都开始建造一些遗迹，不是遗迹，那个奇观。这边也可以看要不要看可以做什么的。好，那这边加信仰值加文化值，应该是会做这个。然后雪梨歌剧院，基本上就会是应该就是雪梨歌剧院的。好，然后行政长官的委任强化的部分。我们把看一下承包商委任到布拉，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做别的东西，社区，好，然后这样等它做起来之后就可以。做那个，我这边一样在用，但其实认真来说，我觉得他都没有用他那个忠诚度，现在用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打不下来。现在必须改用文化值。那这个东西，好啊，可是绝对不要。他会给他们太多，他会给其他人有机会拿到那个，那个叫什么？外交胜利的点数。现在后期基本上任何一点都要小心，所以先不要。然后这边的话，建造者可以再来，我觉得他还是需要更多的建造者，他的生产力还是太低。好，那这边的话，我就让他做金币好了。好，这边有更多的点可以做吗？没有，那就一样来这边。好，那如果现在要转成宗教信仰的话，不是宗教信仰，那个转成文化胜利的话呢，我就会来做。有过吗？有过吗？OK 过，我就会来做那个叫摇滚乐团啊。其实刀俎现在已经用不到了，所以用它就没有意义了。那我接下来就是做摇滚乐团，摇滚乐团可以多弄几个，前面的这几个，因为它相对来说它现在需要的是
我现在需要的是那个，然后等一下，我先处理一下，我先处理一下。杯迷糊用不到，这边好了。我现在需要的是文化胜利的相关目标啦，所以其他东西基本上可以不去理它了。那我现在世界博览会应该是可以拿下那个胜利，没问题。然后这边修筑外墙可以不用到，剧院广场来用一下好了。嗯，我看一下有没有基本的点。这个可以，其实啊，这个才对。然后这个把它建下去，然后这边就让它下去，因为我有太多的圣人，就是伟人，所以不缺某几个还没用到的人。那我们这边，我们先看有没有什么强化，提高一等级的效果，提高两个等，娱乐中心有提高两个等级，可以选择这一个，那我们就要找娱乐中心。那接下来我们先让它移动，然后选择娱乐中心的强化。好，那这一个呢，一样，先让它移动，然后它现在还剩下多少？二的移动力，再来选择强化。十单位格内的一个文明可充值，对，忠诚度其实它也有一些忠诚度的效果啦，可是现在用那个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就不冲了。好，然后这一个的话，来这边，然后一样用强化。这边剧院广场，那你就是要来这边演奏了。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来做一些不能通行，看一下。哎，这个点好了，好，然后还是没有新的点，所以继续做。那这一个我们就会让它往底下移动。好，看一下有什么娱乐中心，然后旅游业绩、太空中心跟学院加500，太空中心、学院这个要来学，这边就有啦。那你就这个直接在这边啦。然后再来这一个，先看一下它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剧院广场、水上乐园，剧院广场，我觉得它应该也有啦，所以应该也是可以用得到啊。现在剧院广场 ，OK， 先目前是这样子。好，获得一点外交胜利，进来。好，利物浦这边体育场，来体育场，然后这边其实我就点这个了啦，让他继续一路到最底下了，就不去管他了。然后再来这边，我会需要一个社区，因为人口不、住房快不够了。然后这个三的这个点。我们就来拿个这边，然后这边，这样，这两个把宗主权拿回来。那这一个我们刚刚有说，我想问是什么？娱乐中心。那我们现在来搜寻一下娱乐中心。好，那它的娱乐中心在这边，那基本上我们就必须让这一个来这边表演。好，要注意的是，娱乐中心是有可能会死的哦，它是有可能会随时不小心死掉的。那我们先要先命名一下，就变成独一无二，就用这个吧，没差。然后我们这边有250点的旅游业绩，可以用一下，那就会听到它很酷炫的效果。哦，靠腰，才叫做单位损失，这就是它的缺点，因为它有一点点在靠运气，所以这是娱乐那个叫什么摇滚乐团的弱点，它蛮吃运气的。好，那再来这边的话是十单位的文明可以从哪里获得效果，这个就没有特别一定要什么的啦。那我们这边十单位的文明，那我好像应该要让它回来
首都这边表演比较好欸，因为他不能够让他拿到啊，我不想让他拿到。那这边我们先命名一下，这一个是剧院广场，我们来搜寻一下剧院广场。好，剧院广场我们要来这一个点。好，那这个的话就是直接这一个点表演的了，因为这是太空中心安学院，那基本上这个学院呢，这就是学院的，所以它会有1000点，那有可能它也可能会死，所以就运气咯。这个我就直接跳过了，以后我就之后的就不再特别看了。以及演出，那这个就还不错，这基本上有可能靠这一个就有可能拿到，那个叫文化胜利的目标的。因为顶级演出其实蛮加蛮多的啦。好，我们这边先命名它一下，然后再来这边是剧院广场嘛，那我们再来搜寻一次剧院广场，这边可以有过往的效果可以看。剧院广场，这个，对啊，就这个，好，就是这个演出咯。基本上它的效果不会太高，因为它只是提高2级的效果而已，而且还死了。好，其实有一个政策，是我记得有一个政策是跟剧院广场，不是剧院广场，摇滚乐团有关，可是这边为交战文明的会产出加倍的旅游，但生产摇滚乐的生产力减少，这个购买花费会加这个，所以这就是让你就是单纯要一直生产。摇滚乐团的时候，你可以选这个，但摇滚乐团基本上会搭配文化，不是文化，宗教的信仰来做辅助啦，所以基本上你通常都是会用信仰去买的，就算它低下来，也应该是还不至于影响太多。好，工业区的话有一个加三，简单利用一下，虽然说可能用不太到，但就是简单利用。那这边的话，这个住房有点不太够了，所以社区。社区加四，这边把它一个加下去。好，那这个让它回血。OK，那再来这一个要在这边再演出一次，它有另外一个强化可以用了。无法在同一个单元。好，那这边你要来，那再来要来这一个学院，我们先强化看看有什么东西。国家游公园等同港口表演。国家公园和自然奇观，我觉得可以用。可是国家公园他们有吗？国家公园没有，所以国家公园基本上用没办法用到，不然就是用港口的。好，然后这个是要在剧院广场，然后我们目前。这个就是剧院广场了，就直接表演吧。OK，勉勉强强啦，不是特别好，也没有特别糟，就是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文化中胜利的目标，目前是蛮有可能会拿到的啦。基本上应该就是要依靠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边这个我是赢的，所以这个点应该可以顺利拿到。然后再来请求外援的部分，这个我要先记得要花一点钱。我看一下是谁，高卢。高卢，我直接给他500。这样的话，下一个回合应该就可以直接拿到了。哦，拿到喷射战斗机耶！好哦，然后再来这边，我们就建立国家公园。毛利是蛮喜欢你的。里面有一些蛮不错的一点啊，就是比如说极度吸引人啊，这种地形出现的时候，他们会蛮高兴的。然后再来这边这一座城，我觉得我应该稍微帮他做一个防空壕。然后这边艺术博物馆，这一个回过头来做太阳能。好，然后这边的话。
太空中心应该说学院跟港口都可以，所以这边要先让他演出，勉勉强强，也不是特别的好。好，再来下一个，他可以在剧院广场。我们找一下剧院广场。剧院广场，这样子。哇，它城市很少哎、欸。你的点子都没有在城市广场表演，都没有在剧院，没有在做剧院广场的、哦。过来这边嘞，50点，其实是有点高，还好没死。好，再来下一个，这一个十个范围格内啦，所以基本上我应该，可是他在哪里演啊？哎西。他必须要在其他文明格，我才不卖嘞！不用给我钱，那我要拿什么？34、30个回合。如果是这样子呢？还是34。那33反而还比较便宜，你是怎么的？40、30，好吧。好，我们看，先这边瞄一下，这边是第一名，这边也是第一名 ，OK。那基本上目前这两项应该都可以拿到了。然后这边的话，我应该会让他去偷钱的啦，因为现在我的间谍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东西可以做的，老实说。好，那再来这一个就是要到学院，这可以吗？不行。那我们要继续找学院。学院。这边有一个，那你来这边。然后他接下来是一定要剧院广场啊，来这边好了。哦，至少他都没死。外交15，6天有点在追过，有点在追上。这边快要71个回合，希望是可以有机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赢啊。好，那你这边继续哦，差一点点冲进敌人的窝里面。约翰尼斯堡呢？体育场，然后这边，1、2、3，把这个先拿下来，然后再回过头来加这个。好，然后这边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已经没有其他点可以利用了，强化一下看看。用这个，然后到时候要把这个间谍拿去用六天女士那边。这个是剧院广场，所以基本上都可以。OK， 他死了。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刚刚过来的，我用这边再买一个摇滚乐团。那这一个呢？我记得你刚刚来这边是，学院港口。记得你应该要找学院才对吧？哎呦，你这边是学院，真的假的？我觉得，可是他又不能用。
学院。好，那你来这边吧。外交支持的部分，资讯其实是用一个尤里卡，基本上这个用不到的，因为我应该几乎所有的都开好了，所以那个应该用不太到了。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哦，居然还有哦。好，我先帮你命名，然后来这边，这边。想要看看，奇观演唱会、雪上乐园，然后这个来这边，然后这边剧院广场，这一个，我把它转去6天旅市的地方。2天女士基本上会是蓝色。好，那这边的话，觉得让她种树林做矿井比较 OK 一点。这个是需要这样，当卫生师。哎、欸、西。好，那再来，接下来这边的话，工业区没有好的点，码头、使馆特区，这边有一个可以建的，建一下好了。然后这边就可以把剧院广场建回来了。为什么那边会停下来？我有点忘记了。建起来。然后这个就可以继续驻扎了。好，你是要水上乐园，我们来搜寻一下水上乐园。哦，这边有一个，那我们就来这边。哎，好，那这一只。你现在应该是已经在学院了，可是他才一个学院，好吧，算了，照弄，强化 OK，也还不错啦。这一只目前很厉害哦，这个可以带来蛮多的那个效益的。好，我有点好奇，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旅游业绩的部分，还好，但我觉得可以再更高。好，这边一样用种族树林，然后这一个他要找下一个学院的，这边也有一座，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强化。先来加四移动力，待会下一个回合再来去表演。然后这边的话，这个应该是水上乐园才对吧？啊，为什么你不能用？水上乐园区域，也不是啊。水上乐园，刚刚你说你这边是水上乐园啊，还是是这个？好，那不然你来这边，奇怪。那我们这边的话，我觉得可以再做个摇滚乐团，然后这边应该可以让一些转变成，让我看有没有一
像没那么二氧化碳多的，好像也没有。好吧，先一个，单纯为了提供附近的电力，那这个让它增加那个选项。然后这边，我觉得就抽取资金吧。这个为什么不能攻击呀？哦，这是他的典当，所以没办法。好，那这个也是学院了，而且它上面有图书馆跟大学，所以基本上这一个应该效果，居然。好吧，感觉也只能这么接受了。好，接下来的科技，我觉得我就点到最后了啦。目前可能也没有什么选项可以点了，先这样子好了。好，那这边的话。本身还有一个广播中心可以用，有点可以放吗？有，来放。那这边也有可以，有点可以放。工作坊。好，那这边我们让它先移动一下，再来讲话。国家公园，自然奇观，用这个好了，确认。那这边我们也把它送去这个。啊，继续探索吧，不然送去别的，好，这个总可以了吧？钥匙，哦，真的是受不了欸。好，圣瓦西里主教座堂。太空中心，其他玩家对你的旅游业绩减少20%。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旅游业绩的东西。觉得用用看，但是我不确定有没有真的有，是不是真的有效果，但就用看。好，这边这个完成。那接下来看一下，这区好像是可以准备的，来个加五工厂，然后这边把这个拿回来，这个拿回来，那这个我们把它放下去。然后这一个摇滚乐团，它是需要国家公园和自然奇观。国家公园，我记得这附近是没有。那自然奇观的部分的话，来看一下，这个都还蛮远的，这个可以，我觉得我们就来这边做好了。可是它好像。不能上去，19个回合啊，
加油啊！快要了，转过来这边，转过来这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记得这边上不去啊，好吧，先这样。好，然后我稍微确认一下，他们是不是都有跟我开放边界？开放边界，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全部个红蒙的话，交吧。然后你的话就是军事的，那算了，懒得跟你多花钱。广播中心。然后这一个是要国家公园和自然奇观，斯德哥尔摩没有东西，这个可以放，好，这个。那偷钱，他还在弄开拓者哦，他是这边还想要再弄吧，我在猜。稍微看一下其他人的科技，居然是罗伯特先做哦。哇啊，六天在干嘛？6天的生产力应该不高。来吧，损失。好，这边拿到了一个1点的外交胜利跟100点的危险点数，然后我记得应该还有一个选项，这边应该到时候也可以拿到，再拿到1点。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不用。然后这边的话，住房有点不够了，社区也是一样加5。好，派送金元给他过。好，这个过。然后，哎呦，这边居然有人偷了别的东西。每次完成增加分数点数，同时奖励一个行政。OK，那这边的话，这个我应该是已经确认过了啦。那再来就是这一个选项，我这个选项是给罗伯特，直接一样先给他500。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可以大傻逼一下，某一些基础建设应该是可以直接建起来。我来看一下比较后面的城市。广播中心，然后这一座的话，它这个反而没有特别可以买的。这一座广播中心，然后这一座摩天轮可以，那我这样子的话，应该可以让一些下来，转移下来，然后也让一些点，这边应该还有。边这个也可以让它转下来，转过来这边。好，那未来是基本上好像都弄完了吧？哦，好，那就是古罗马剧场了。然后这个动物园。好，强化，强化，再强化。好，禁止啊！禁止核能。
然后禁止砍伐，清除就是禁止砍伐树林好的。然后这个我要投自己来多一点，15票。然后这个让他过，好，15票。基本上其他人就算全部加起来，应该也没办法比这15票多。15票我如果拿到的话，就可以直接拿到2点。然后加上刚刚前面的那几个的话，另外的那几个外援的活动，我应该可以拿到外交胜利的部分。OK，直接拿到外交胜利，从你一日追寻和平开始，到你起身对抗狼子野心，你总是寻求携手合作。你做这些不仅是为自己的荣耀，也是因为你相信我们皆有尊严。也因此，你证明了自己由古至今对和平共处的不懈努力，而这将为明日的世界奠定基础。好，有一点几番波折的一场啊。其实刚刚最后面那一个，我可能没有，我没有注意到，我其实已经要赢了，我没有注意到我已经有18点的外交胜利了。所以刚刚其实我最后面只是想说，要赶快把那一个点数拿下来，然后去把那一个外交胜利拿下来，外交的点数拿下来之后，最后面另外那两个外援也可以拿下来，这样也可以，这样基本上应该就确认可以拿到外交胜利。那只是刚刚我没有注意到，我已经其实已经拿到18点的胜利。好，那我人的部分呢，基本上一定是艾莉诺最多啦，因为我基本上后期文化胜利的文化目标胜利追求之后，一直在狂冲伟人的加成，啊，基本上也不是狂冲，因为做起来的东西就已经够多了，剧院广场就会让你一直拿到相关的东西。那建立的城市基本上到了178个回合之后，有在用黄金年代增加一点城市之后，其实后期都没有再增加过。应该说，这是建立的啊，这跟占领的不一样。后期应该其实还有拿到黄金年代的加成的城市，但是也不是别人的了。那建造的奇观部分其实没有特别多哦，六天的他做了很多，但是他做的奇观都也不是特别在走，也没有在走文化啊，也没有在走科技，我也不知道他做这么多奇观要干嘛。然后建造的建筑，我其实建造的还蛮多的，因为剧院广场的那些东西跟其他的一些建设的广场、一些建设的建筑啊，所以其实认真来说还蛮多。可是六天的话，科技的东西做起来，它的做起来效果会很强。宗教的话就不看了，因为正常的话我没有弄到宗教，也算是比较可惜的地方。行政长官总数的话也就没有很多，因为我也没有拉很多进来哦。然后玩家分数的部分，后期其实如果打到后来，我可能还是会输6天，如果没有任何胜利目标的话。然后文化值应该就是直接是我狂飙的啦，我是从大概200个回合开始吧，基本上就是一路领先，然后最后面一直狂飙狂飙。狂飙到基本上快要上千的文化值了，然后金币也是，金币的话基本上大起大落，因为有在花钱，然后最后面也是一直狂升，最后面被我升了一波基础建设的钱，所以国库有到5000多，但后来也是花得蛮快的，信仰值就比较低了，六天又是六天，四天就是信仰值也高，然后文化值不低，科技值超高，但是他都不走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目标是什么，科技值就很高啊。然后我的科技也不低啦，然后时代分数的话就，刚刚看过这个的，然后宣战次数就没有升，建设好的这个也不多，所以基本上后期这一场大概就是这样的。那，谢谢大家观看哦。那这一场其实我个人是认为我自己有蛮多15的啦。那，不好意思，因为如果有特别对统治胜利有想要追求的话，这场可能算是有点让大家失望。但可能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再尝试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一场我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没有注意到，没有发现，像比如说娱乐中心的面包与马戏团，然后或者是宗教的部分，这几个都是我觉得蛮重要的点，是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然后所以下次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再做做看。那这一场就先到这边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